现在所在是伫迄个台南市友爱街甲永福路的交叉路口遮的公园内底。即、這个公园呢，平常时有足侪老人伫遮，吼、哦，遮拢号称是台南市的民主圣地。啊，即搭遮有一个问题吼、哦，就是听遐老人的反映，讲遮无粪扫啦。啊，反映了吼，他家临时做一个粪扫伫遮好伊安尼，粪扫就生做安尼。现在本所以做安尼，因为这是临时的。啊，听讲一开始才是有本所的，那本所是像边啊那大间的。啊，即马一间真吼是变电所。一开始的本所就是一间灰色建筑安尼，还有两个铁门扛起来。即马已经变成是只迄个三立的活动中心，但是三立的活动中心甲这本所吼。我拢甲锁起来，无要封顶啊！听讲是电压未到好，啊，怎有来到啊？啊，目前搁咧看卖，啊，因当时会做好，粪扫要用输用。啊，搁有一个问题是，它搁有一个空地。这个地应该是迄个公园的地，但是活动中心遮个家用起来做家己私人要用的地。啊，遮吼搁残障的，无倒落来。了解，来对家的。